2012年6月27日下午的约莫2点，我们现在在七星潭花莲，然后我现在在把彭慧馨的脚埋起来。我们这一次有一张美伦饭店的住宿券，所以我们来这里度假，犒赏我们这一年来的辛苦。超高级的饭店，对，东西超好吃。我们昨天晚上从一刚开始吃到晚，一刚开始是5点45分，一直吃到8点10多分。我们吃超多的，然后我的胃超凸的，摸了吓一跳。蛋糕好好吃，好浓郁。彭慧馨最爱奶酪，她吃了一口，然后就说：“哇，好好吃哦！”七星潭的海超清澈。对，我们现在七星潭这里。昨天吃饭之前，我们去游泳池游了一下泳。然后就被小黑蚊咬，就赶快起来了。然后还被帅哥救生员搭讪，真的，好帅哦！身材很好，小麦色肌肤。昨天晚上吃完晚餐，就在美伦饭店散步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等一下，希望我们还好，我还没按掉。哦，昨天晚上睡觉前跟彭慧馨在窗边看夜景，谈聊天。希望我们以后都可以很好。好，好，就这样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